五、六、走，七，上。三位同学来，胯放正，看谁的腿长啊，谁的膝盖蹬得直，后背直立，脚尖外开，膝盖蹬直。我从这个角度就看了啊，谁的膝盖那么弯？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从你的胯根开始外开，六，往远够，脚尖有没有？再绷一绷，呆住不动，十、九，下面那个脚呢？放正一点点，对，脚尖绷一下。这脚背放出来，所有人大脚背往外放，二绷出去，五从这个地方外开，四三二，好，抓住把杆，一的时候扭着脚压一下，二三二一压，收，转身旁腰准备，转压胯啊，提什么往上拔，看气质，肩膀，对，他是学舞蹈的女孩最有气质了，是不是？我看一下，有气质没有？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脚背绷一绷，二、二、三、四、五、六，呆住走，头看天花板呀，身体要撞开，左右手往前动，右手往这边来，嗯，然后左手抓脚的那个抓，左手抓脚那个把杆，对，膝盖蹬直，用力拧一下，五。四，再捻捻，三，两背，二，伸下腿，一，再蹬蹬脚，对，好，起，收，准备准备，怎么站好？我说向我们的身啊，手臂放两边，抬头，脚踩地，胯上提，肩下沉，头顶天。眼睛斜上方，平视，转头看我，笑一笑，看前面，准备二，反面，五、六、七、七，上，迈开啊，走，三个手，拉长，抛弧线啊，压肩膀。手指尖冲上，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绷脚背，二、二、三、四，两条腿收紧，三，好的，二、三、四、五、六，放动，十、九、七、八、七，膝盖伸直，六、五，再扭动一下，四、三、二，蹬脚，一、起。收，好，准备。压肩膀啊，脖子拉长了。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头要整齐。七、八，头看上。三、四、五、六，起来，手看前面。走，三、二、三、四、五、六，横脚背。四、二，外开喽。下面脚背也要外开一下，下面脚。对，膝盖触你的正前方，正前方，然后身体用力拧一下，五、四、三、二、一，压下，很好，起，收，来放松一下，下，把砖块拿到自己位置，准备后腿了啊。这一次呢，来五个缩胯的，六，左肩找右后腿，右前腿，后面脚背绷，五六七，走，一，二，三，四，再不动，好，伏地，划出去，走，
丁丁呢？街舞。嗯。他不是调开吗？啊，有了街舞，怎么不要传统舞了？是不是？好，上手一颤，抬头，五，延伸啊，后面脚背、前面脚背都无限的延伸出去拉长，颤胯五十个，抬头，吸烟，六七走，张嘴，五六七八九十，张嘴，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谁不张嘴我举下了啊，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快点，菲菲。拿一个正号。三二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五十。好，双手往前够。老师一人压十秒啊，往前够一下，快。对，给对这边去，对，你们往这边来点，来这边位置。我脚背急，往前够一下，走走，往前够，一定要自己主动发力往下。我给你压，我再用力没有用，你给我对抗。你要想着自己，我要往下，我要往下，走下走，对，走，继续走，十九八七，后腿伸直，六五四三。二一，好，把后胯再放正一些，再调整，你伏地，伏地对，调整一下。够不够？够。好，准备一起啊，主动发力，自己找地面，十秒钟，六七走，十九胯跟放松，八七重新再往下脚，六五好的进步，四轻轻再往下放，三注意后胯，二一压一下，七收，放腿准备。快快快，站起来。精气神，眼睛放大，手臂放两边，肩胛骨打开，六七会上，压五啊，六七二三
下啊，比如说你在摄像头下面操作，你就在摄像头正前方。能不能有点劲儿呀？用你眼睛都瞄着我，属老鼠的，啊！自己主动往下压一压，快！好，所有人准备啊，一起数十秒，贴地啊，胯跟放松了，自己主动往下沉气，找地面，十、九、八、七，双手，六、五，然后想延伸，想拉长，想绷脚，四、三、二、一，下俯身，站起来。双脚蹬墙，提前去准备，快把砖块贴住墙上。我们现在在解决正腿，对不对？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起前屈正腿。好，现在我们外开一点，小八字打开一点。好，准备啊，一拍抱住，六七下，吐气，快贴地。哇先。好，手背哦，推着地面往前推推自己，推地往前推，对。迟到的，并且没有旷课的，四四二一，还有信心，是不是信心？来了，四。首先，你们的出勤率是保证你进步的速度。五，来了，四三二一，一周就一次课，你请一次假，半个月没了。起，收，快起，站起来。踢右前腿，准备啊！一二一二，来，一二一二报数。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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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数一遍往前上。来，这样，你们两个注意，等一下，好，OK， 来准备，等一下推一把杆啊，别踢到。来，准备，右手扶把杆，踢里面腿，九十度一百八啊，抬头。记住踢腿的时候呢，腿上去的同时要注意主力腿要蹬直，头要去顶天，脚去踩地，把你的后背拔起来，好不好？来准备啊，先想要求，再想高度，勾脚二十个，准备。踢的时候你们撤步，你们起手，五六七，走，一。
注意一下，来都，压肩膀沉肩，小腿夹紧，大腿夹紧，脚后跟并住，压肩膀。五、六，撤步，七，左后背。手型对不对？帮老师看一下啊，往后撤一步。下来，准备把下盘起来啊，快，保持一定位置。
针对练习一下，从芭蕾，还有即兴模仿，还有民族民间，你都要学习，听到没有？不单单学基本功。准备，踢板就前腿啊，后背直立，抬头。第二排的上来一个人，谁之前是第二排的？右前腿准备啊，五、六、七，再来一次。好，一二三四不动，五六七八起换啊，一二三四看手，五六七推出去啊，准备一二三四走，五六七，撤步，屁股擦地上啊，六七上，吸气蹬直，二三下，五六。七上八别动，十九八拔起来，给点力行不行？七六五，对了，四再蹬直下下面腿，三很好，菲菲，既然非常棒啊，抓脚跟再往里勒一下，二哦上去不行，我要的是气质，一走下，后背膝盖重心。弯弓走一点，但不要太弯，有点，手心中后。好，呼吸，五、六、七、八，反面准备，一、二、三、四，吐气，五、六，太大了，哪有起那么大的范儿啊？一点点，再看一次啊，一点点，是，八，回头，准备，一、二、三、四。一点点，后撤步，嗯，起换，轻轻擦地上啊，六七上，嗯，后背直立，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勒，好下，点地，手打开，呼吸，走，五，六，七，八，很好，收。来，我刚才数一的人呢，拿一个砖块准备踩胯，数二人坐板，坐板了上面的，啊，不会的，我们现在是大孩子，小朋友的话现在应该也不会了。换上，来，竖着放。应该是下面的人难受才对啊，我怎么感觉上面的人更难受呢？你们这样，啊，手放松，给他点力量，没事，西西有事没有？对呀，放松，他都不害怕，你害怕什么？来来，准备啊，十秒钟，十、九、八，对的，七、六，跟我来。四，往下来，三，二，一，别动啊！那就可可医院，可可这些，你们对，松手不起啊，你起，谁松手谁起，你起。
走，急，升，欢迎，快，欢迎，走上。十秒钟啊，十。同学们，你们给他们踩的时候呢，要由着那个力量踩，你别一下一下踩到底。然后下面同学要慢慢放松，你要信任他，你不能他踩的过程中你一直用的劲儿不行，你要相信他。然后你们呢要顺着他力量慢慢往下踩啊。来，准备十秒钟，可以不松手，但是要一起配合去找地啊。六七走，十九配合找地。八，下面要放松，画根，七，六，五，四，三，二，一，起，收。好，准备。刚才数一的人面对那边下横下，数二的人准备打胯。来，过来帮老师抬下凳子，把那个凳子抬上来。来，再来两个人抬这个，再来两个人抬这个，对，放中间啊。好，你们横架上去，上，往后去点，哥哥，吸一点，往后去点。可可已经准备好了啊，腿特别长，膝盖也是直的，然后再注意一下绷脚背。凳子上的人呢，一共打翻二十，十个一组，没问题的话就换组啊。准备，快！好的，陈静怡不错啊。五，脚背再绷一下，菲菲，右脚，右脚。对了，五、六、七、走。你可以双手扶着脚，但是必须要跟我节奏啊。准备。其他人必须手扶地，6 7 8 9 10 11 12 13 21。好，最后十个，把杆上的人再坚持十秒钟啊，尽量跟老师的十秒十个数一起找第十秒，五、六、七、八、十。好，收，来，准备。
换人，换组，换，我们去。准备。十个啊，我们这一组应该都能合到我节奏啊，爆发力。好，再来十个，分别双手可以扶腿。来看一下他们啊，我们在打胯的时候老师讲了，脚尖要无限的延伸和拉长，对不对？然后还要想膝盖，你不能下去之后你靠大腿收紧，不对的。意识永远在脚尖，胯根是通过你的脚跟要撞开，同时往上顶，无限的延伸。你可以下不去，我说了，你可以打成这样的，但是你也不能打 V 字，打 V 字，前 V 和后 V 都不行。要快速找韧带，我们打胯的目的是什么呀？拉伸自己韧带，对不对？来，一人对一个，快，一人召集一个，别动。先看一下他打胯，告诉我问题啊！你再打，再打一次，准备。来，告诉老师啊，我一会儿一个人问你啊，我先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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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他的问题。你也拿一个正画，快坐到现场，坐现场，对，坐现场，把砖块放膝盖下面，就练这一个动作啊。训练膝盖的柔韧性，你现在想伸直膝盖，伸不直了啊。后背直立，三个手举起来，我还是看后背啊。五六，咱们做二十个，踢你的膝盖，我不是底尖屈，只翘膝盖，手指之间往上，对，注意手型，后背，后背又没了，又没了。
准备，90度一百八，后背直立，一、二、三。
你们作为老师的话，看一下他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提醒他一下。你说膝盖没伸直，啊，你撅屁股了，身体再放正一点，五、四，蹬一下膝盖，三，对了，二，蹬一下下腿，一，勒，下，收，改变，五、六、七，上。后背直立，二，一，二，三，四，眼睛不能，不行不行，再来。现在咱们训练呢，从小胯、大胯、屁股、大腰、胸腰、胳膊肘、脖子，就是没有练到头，眼睛没有，咱们没有神呀，做动作，精气最后那个神是没有的。眼睛啊，再看老师，起，大，要看出来，眼睛要专注力，眼睛像一个激光一样，看过那个电影吗？眼睛激光，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能还没睡醒不行啊！准备，一、二、三、四，眼睛大，哎、啊，你吓死我了，再来一次。有点微笑行不行？要想象什么呀？啊，我们看啊，六七大，很憧憬的，看到一个很美好的东西。七大，眼前一亮，大 house， 你的大 house 是不是？青青，你呢？你如果能看的话，你能看到什么？亮相的时候。亮相，气，很吃惊的，不对，对不对？眼前亮，五六三，看到一个很有希望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到什么，阳光、沙滩，那边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在那，对不对？或者一些好吃的，来准备啊。一起来一次，再来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眼睛微笑，八，走上，好，腿，后背直立，对，胯放正，上去之后不要太高冷了啊，看前面，十、九、八、七、六。五、四、三，我们所有往上拔一拔，行不行？整体往上走，三、二，勒下，一，下，收，反面准备啊，手放屁股下面，顶起来，头顶天，压肩膀，腿夹紧，肩膀打开，反面了啊，一、二、三，四亮下，五、六。屁股擦地，后背直，一上，十，九，后背拔起来，八，七，
六，五上肩膀，往上提胯，四，三，二，一下，一下，呼吸，五，六，七，八，好，二，下的时候老师要讲，下的时候眼睛要看你的手，呼吸，五，七，八，回头看前面，不要直接走啊，不要这样，呼吸。还是原路返回，哒。好，放松一下。来，我们只做一下手啊，一，先右边的啊，一、二、三，看手，五、六。好，然后手指尖的要这样推，七、八，有一个推的，对，弹。再来一次，一、二、三、四，手背让上去，哒。好，手来边，一。二三四六七，好多了。手，呼吸，别动，呼吸啊，走，别动，别动，别动。往土走，眼睛，大好，抹下来的感觉，走出去，好，走，呼吸，出去，好，抹，不是抹着我，走，对，呼吸。手背慢慢往撩上去，回到这个地方，他就感觉到大，大，手指尖也是你一个表达情感的外在表现，要看出来，大大大，手指尖吐气，知道吗？准备再来一次啊，这边，腿夹紧，一二啊，别顶胯，三四走，五六七，走，呼吸。大，啊，放松往外，大，然后你要注意肩膀，肚子放收回来，肩膀要打开，不要这样，肩膀往外，往两边，往外，往这边，对，屁股夹紧，对，手心出去，好，对，肚子拉长，对，这样就好多了，好，收不错了，来准备双手合十甩肩膀。五、六、对，好，不要分开啊！五、六、七、好，右手，好，正好，好，手背后，肩膀。
直接把胸给他的，对不对？啊，我抱你胸出去，走。哎呦，点到才有一点。哎呦，对，胸要，保持，不错。俯卧撑推腰啊！伸胸腰，五、六、七，走。七、八，哎，对，胸腰，胸腰，肚子不要起来，肋骨来地，胳膊手在前面。对，好，推上去，推，带住不动，十。就轻轻一点胸腰也没有吗？轻轻，好了，不轻，不轻，轻轻动，嗯，往后推，往后推，推推，再往后推，咱俩有一拼，哈哈哈，往后推，你的胸腰，你说不定还没我的好呢，胳膊伸直，胳膊伸直。抬头，五、四、三、二、一，好，下，大家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三、四，往里包，五，带住，啊，你们都架个肩膀，脖子拉长。绷脚背，腰再放松，然后吐气，一节一节的沉下来。好，自己准备荡十个啊，六、七、走，十、九，不要憋气，八、来了，七、六、五、四、三、二、一，吐气。好，脚尖尝试抱腰疼，走，往北，四、三、二、一，收下。来，你会想想不错，把腰带取下来，去，站下腰二十个，自己做自己的，不能自己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数两个，是，来，哥哥先数啊，你看着大家都下去之后，你说起，好，你就下。好，然后眼睛看一下大家啊，都下去了啊，起，开始，听见没有？节奏不用快，我只要数完之后呢，你要停五秒之后再数，不要超数完。好，你下，不要接太紧啊，把那个鼓往旁边推推。准备，下腰的要领不用老师强调吧，双手要夹头，对不对？下腰先下什么？头。对。下腰先下头，手臂夹紧头啊，然后经过哪里？再到哪里？对，脚尖从哪里？正前方，对不对？
膝盖大腿要收紧，屁股也往上提啊，屁收紧屁股往上提，整个人要抛弧线下去，对不对？二十个啊，一人两个，十个人正好二十个，不能少做，准备。行。抛弧线。你脚不能不要洗啊，下腰手再控制一下，把你腰部肌肉先活动一下，一会儿我再给你扳一次，见没有？二十个做完了吗？来，准备第一盘，一人两个，再数一次，第一盘先走啊，准备快。行。起。看一下啊，不行。行。轻轻，你下的时候脚跟不要起啊。好，第二盘准备，一人两个。把重心完全先给到肚子上是不对的，走之前先往上拎，经过你的胸腰到大腰，最后是肚子和屁股，知道吗？不要走之前先移重心，好，下下往上拎，经过胸腰再走，
准备起来子，六七走立下收腰，别动，待会儿往里爬一爬，十秒钟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收，准时，好，正步先站好，吸的时候出手打平，二五六七出手，然后我说下拎，再往下走啊，准备五五六七，再来一次五六七，右一脚准备，再来一次啊，右脚出，五六七走下收腰，大平，六记得拎下，起，对了，收，这次准备好啊，不是的，好，正步收回，抬头又没了，垂头丧气的，手臂放在边，现在我打开肚子收回来，肋骨收回去，我就说一直抬头看，一是别出脖子，脖子回来，二是这个肚子能不能别挺累啊，挺肚子不对，肚子收回来，三是不要挺累，累是什么呀，肚子收回来之后累直挺胸，不对啊，累，吐气，这个地方往里，肩膀打开，对，我感觉你长到了三公分，就刚才你那一下，准备啊，吸的时候触角，五六七走上，好，别动啊，拎，这次空大腰十秒钟，拎，经过胸腰控啊，走下胸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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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腰，很好，兄弟们，我比大家都更好了。十，很好，还有个更好。九，再动嘴一点。八，气很好，气啊。好的，微微。六，五，很好啊，子琪。四，很好，妹妹。三，可可把双手加加头。二，手臂再加头。楠楠，再试试一下胳膊。一，起，收。好，起，面对一点，咱们第二排下来吧，我觉得第二排节奏快一点，下去就起来，咱们做五个，行不行？快速的啊，吸一口是的，第二进三，吸一口是的，哎，吸一口是的，非常棒，来，准备一起来了啊，五个有控制的啊，收紧了，第二进三，第一排准备，五、六、七、走。
准备，面对八点，一二，三点方向吧，准时。这一次三点方向啊，做一个自己极限的。来，第一盘起来，五、六、七、下、抱。好的，楠楠啊，十、九，轻轻别着急，把重心给到胸腰上，八。七、六、五、四，科科再往上点，三，关肘，科科，二，顶，走，起，哎哎，你把重心都给到大腰了，所以说疼吗？好，分手分，左边下来，弓腰，第二排准备，五、六、七，走，抱。很好，再收紧点，再控制一下，准备啊，十、九、八，再往上爬，还可以更好，七、六、五，吸气还能再好吗？四、三、二、一，停，起，收，放一下，两边还不一样，很好，第二排，准备第三排。五、六，走，立，别动，别动，手指尖，指尖，看我，手心别一直像拿一个东西一样，啊，手指头放出去，六，记得控腰，控，下，先控，往上甩抱，抱，既然把重心放到往前脚掌放，五，飞飞，慢慢往上爬，四。很好啊，子琪，三，很好，不错，二，一，顶，起，收，转身面对我，子琪，你慢慢走吧。六九，八呢？八三，好，向下，七，非常好。今天爸爸挺高的，妈妈也挺高，是吧？更高。好，来，弓跳十个，回下腰啊，六七走，十九八七六五，加五四三二下。收起，来，往上后背，来一下，来回垫子，你慢慢后背。好，所有人到把上准备踢后腿，把那个鼓拿旁边，那把垫子还放这儿啊，一会儿咱们竖叉抱后腿还用这个垫子，然后我们所有人双手扶把杆准备踢后腿，右二十左二十，踢扳完二十之后呢就开始踢扳各四次，然后拔下到自己垫子上开始练习踢扳后腿，开始吧，上，来，给我一个红垫子。开始，同学们，自己踢自己的啊！我们过来的时候呢，不要踢到，不要那个挡着其他人踢腿，不要让其他人踢到你，绕着圈过来啊！走上，单腿的时候把脸侧过来，不要这样脖子疼。对，深呼吸，放松，深呼吸，你要注意脖子拉长。然后还要注意，就下面的脚啊，冲正，不要内扣，你先离我近点。上，下面脚放正。下面脚放正，停，深呼吸，深呼吸，好，吸，停，停，吸，你往上，静止，静止，
冲下背。腰腹正。咱们踢后腿的时候呢，用你的大腿往上抬，膝盖很松，对不对？有控制的上，并且是抛弧线的，经过擦地起。老师布置的20个不是让你去那儿这样完任务的，知道吗？经过擦地有控制的往上抬啊，用你的后大腿，就这个地方收紧往上走，走擦地，贴这个点，别走，不要紧，慢慢走，走，这个点发力。看看脚尖，脚尖，好，到极限的时候往上叠一下，下，再下，这算一个，快开始。我发现谁啊？膝盖再弯一下。这节课什么也不干了，我只给你一遍半拳。上。轻点。你想轻点，大腿上。对了，再放松一下，画近点。走，咱们下面脚放正啊，走。一会儿我要检查你的后腿啊，听到没有？嗯。啊，认真。哎呀！你顶着这么大的劲儿，你放松放松，三不进，二不进，一，哎，好一点。其实这两节课有进步。走，你自己能感觉到吗？嗯，能感觉到吧？你还可以更好，我觉得你不会，能甚至你还没有完全到潜力。10、9、8，你甚至6。走，要继续加油，你听到没有？不能慢慢荒废了。不信，走上。把练踢班，把上踢班4个做完之后去把下，走上。
走上，上个多久？最近四不进三二一，行，走。来，现在马上，马上来，快！我手节奏踢一踢。准备啊，右后腿五六七，刚才有人说了，他们不靠那个什么，不靠颜值，靠汗水，靠实力，你说你们是不是？咱们又要就说那个又颜值，又有实力的人，准备，是不是陈林一？笑了。五六九十度一百八啊，五六七上上，一整齐，好的啊，爆发力，七八九，好收，反面五六十个气走，一二三肩膀。我先检查一下吧，一个月来，五六七个，没问题。第二个，继续走，走，漂亮，好的，七八，累，下，很好啊，收，依然继续加油啊，回家继续练。这个动作我都不信，每天练五十，下周你绝对能做到课上去。只要练就会有效果。来，面准备，五、六，一个来，五、六，一个，第二个。
三，加油加油，二，立，下，好，收。这个气呢，再往上挤一挤，还可以更好啊。两边五六七，对，五六七八，六七八，再一次，一二三四，我看骑士，五六七上，漂亮，十九脚尖，非常棒啊，八七六，别着急，五。重心往前调整嘛，四、三，还可以更好。脚尖再绷一下，二、勒下，收。好，蹦跳十个，后腿六、七、收。放。起，双鞋，我们去喝口水，现在就是发跳。技巧，我们中间休息两分钟，让孩子们去六、七，拎起旁腰不动，缩起腿，下面手要找腿，上面手找耳朵，身体侧的重心在前脚，好，四分之一，二六七走，一手打平，踩住长距离。手打平，往上，没事，肩膀放正，走，二，旁腰顶上去，这个地方往上顶，走，再加一点，脚是前后的，你看我们一，二的时候要上右脚，上右脚，所以说它是一前一后的，对，右脚在里面，走，三，收腰。往上胸腰，对，再往上胸腰，我说胸腰，咱们俯卧撑推胸腰，胸腰去哪了？手背冲上，手背冲上，再往顶成成一，好，四，再来四啊，走一，往踩立上去，可以直接驼后背，脖子放松了，二，领髋腰往上走。三，胸要往上走，往上，去找刚才瓶状的感觉，往上立。四，最后一次，一，二，往上立。三，往上立。四，好，收，不错了。准备，拿垫子，拿一个垫子，我们继续，换。所有技巧来过一遍啊！准备，谁第一个？来，放，哥哥往前上，准备，起来，六、七、七走，脚尖在。别上来动动动动，人家看了这是什么武术队的，人家还以为是练武术的，对不对？要控制，技巧要的是什么呀？要的是美感舒展气，是不是？要看谁起来做一个舒畅踩地，有控制的起，明白吗？六七走，行，对了。落地尽量是脚掌落地啊，尽量脚掌落地，走，往上顶，踩起来，哎呀，大脚跟，脚掌，走，踩地上，踩地踩地，准备，走，伸直。起来的时候不要投降一啊，手臂上去的时候就加胳膊伸直，或者我们这样吧，这叫准备，所有人这样准备啊，不用架耳朵了，架耳朵容易断肩膀，就放这儿。把脖子拉长了，下去的时候也是拉长脖子啊！再来一次，前脚抬头，走，
皇上。哎，对，走，抬头，抬头。抬什么衣服啊？小张，嗯，小弟。